你们还能做这个是二百毫升的是吧？对，还有600升的。对，比这个更大一点。嗯，这直径是80，那个600升的直径是1.3米。1.3米直径1.3米，那个直径八，这个直径5。80公分。这个是80公分。对。200毫升的80，200升的，然后那个400升的话是。是1.1米。一米一。嗯。啊，那个是1.3米。拿着大概看一下，我跟那个停一下，停一下呗。停一下。差不多，再炒个粉。嗯，加上就有点深了。行行，要不把它给关了吧，关了，然后咱们把它给整出来。嗯，现在有点发红。嗯，对。你光怎么像那个胶带呢？这个油温你怎么给它降下去？冷却吗？自然冷却的。自然冷却的。嗯。不用点水了。对。这个导热油的话，你们现在这个导热油是二百多度。对，设计温度260。嗯嗯，你把它给升起来吧。你升着我拍着，你升着我拍着。你升吧，你升着我拍着，我拍这个视频没事。